生，重生能力变成翅膀，原来你就在我的身旁。我就当做今天也是跟你在办婚礼哦。亲爱的，有我在你身旁，感觉到吗？原本9月3号我们要一起回马来西亚的家，在9月10号办婚礼。以往都是我安排行程，这次我故意让你全权安排，因为你是我的头，我要顺服你。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安排得很好，果然你安排得超棒的，我们的行事历写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。我们满心期待那一天的到来，因为疫情我们已经3年多没有回马来西亚的家。今天我穿的就是你买给我的衣服，我们准备要回去马来西亚蜜月的时候穿。我就当做今天也是跟你在办婚礼哦。教会，然后预备了这个要给你。好，你把它打开来看的时候，你打开的时候你自己看的是什么？
是如此的爱你，永远都不离去。因为你在祷告中，神听到神叫我们七月七号去结婚，从那天开始，我们的七七传奇就没有停过。你荣耀的时刻是十点十分，我仔细的议会后才发现，其实那也是七。夫妻本是一体，我们现在更是合而为一。我会将我们的七七传奇继续下去，能嫁给你真的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